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演员王大陆、文琪，欢迎欢迎两位。王大陆在《一吻定情》《英雄本色》《2018》《小小的愿望》等影片中带来了各种不同角色的诠释，用敬业的态度在观众中收获了认可。而文琪在2022年上映的影片《妈妈》中出演叛逆少女钟夏，以清新真诚的表演备受好评。欢迎两位踏上我们第18届、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红毯。